想起来了。哦，你要给因为小姐。啊，很好。超贵。也是140块而已啊，等于你吃一锅，你吃一锅汤140块，算贵吗？哎，120块。哎，220块，220块。科学计算的好处是你可以把很多零换成十的几次吧，对不对？那方便你去理解它。OK， 好，同学，唐姐，可以开始了。来，想一下哈、哦，我这边只写计算式，你们想一下对不对啊？基本上这个题目理解，你可以思考说，假设我需要 x 颗石头，我 x 颗石头，它放出来的热量一定要大于。水沸腾所需要的热量，对不对？让水才会沸腾吧。对。对不对？一定要大于哦。对。所以那我们来看一下 ，X 石头它都沸腾，水沸腾是100度C， 没问题吧？对。没有问题哈。那水要沸腾的话，它是从两千克的水，从75度，哎，对，25度到75度，它需要这么多热量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比这是低啊，比这是低，我们要再记得一下，因为比这不一样，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。那我右手边这是什么？我有 x 颗的石头，每一颗有100克，它下降几度？300减100，对不对？再乘上什么？零点七比这哈，因为它每相差一度 C， 每相差一度 C， 它只有放出或得到0.7卡的热量而已哈。好，这个算式就这么简单。这边只把等于改成大于，好，那只把等于改成大于哦。这边记得了，这是石头放出来的热量，这边是水得到的热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个算式有问题。嗯。这算式有问题。哎，我看到有两个同学，两个2.5的同学没有在看我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。两个2.5。就是有一个是这样上来瞄一下，上来瞄一下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看。有一个是有两个同学是根本就没有在看我。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听得到。这两个算式有问题。来，你解释一下这个算式什么意思？解释一下。这算式什么意思？解释一下什么意思？2000克的水哈，实际上是这样，很简单啊。我觉得说，我们曾经在讨论说上课要怎么上课才有效率，或者怎么上课才对大家最有帮助。那有的老师上课做完就说，来，课本在这边，每个人拿课本，每个人拿自己的书，你自己做自己的进度，你有问题来问我，那来帮你讲解，然后就自己有自己的进度。所以这班可能很快就说，有些人还在做第一章，有些人做第八章去了，合不合理？不合理。合理啊，他做的快，他理解快，他做到第八章去了。
大家同心协力。不是 Lisa， 但是自然哥有的时候困难是他不容易看得懂，因为他很多东西他的理论他需要再解释一下。这样子很，所以我需要上课解释，可上课解释需要大家一点点的专注。可是我不能因为少部分同学或你不专注，你学的慢，我就会去影响到其他同学进度啊。他本来可以学得很快的嘛，对不对？他本来可以很快，这学期已经上了下一章去，下一章一直往下走。可是有时候我会不自觉的要去照顾到每个同学，所以会稍微提炼一下这个速度。啊、哦，那delay完之后呢，就会担心影响到大家的进度。那所以其实我讲过，我的课是这样，就是基本上如果可以自学，你很快自学过了，超出我进度，你上这堂课就做到他们感兴趣，我都可以接受。我只能照顾中间大部分的同学，如果你慢的，你到时候跟不上，我请你看录影带，你也可以坐到后面看录影带，看我以前讲过录影带。啊、哦，那再慢的话就重修，就是如果没有赶上自己的进度，下一个就重修，就这样。下一年就重修。那我上次之前的经验，有同学重修之后，他第二次上真的是效果很好，因为他已经上第二遍，所以他学得很快。他听过上次听过一点概念，他上得很快，学得很快，那也是不错。所以这是自己的选择啊，这是自己的选择。所以我觉得说，我已经把学习最有效率的方法解释过很多遍了。每次在解释，一年级朋友说：“哦，你又在唠叨了，又在废话那么多。”事实上不是哈，真的，我真的讲很简单，是。我知道有些同学也很急哈，他觉得说我学得很慢很急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预习上课认真听，啊，上课认真听之后回去写作业，作业不会的话敢问人，好，作业不会不要直接查网络抄答，没有秘密哈。作业不会就问同学问老师，那问老师之前把那个你问的同学那不会的一起找问我，不要自己来问我，啊，让我可以节省一半的时间。你比如去问了俊宇不会，俊都不会所以。我解释就两个都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节省一下大家的时间，就是用这种方式，让这叫做团队学习。刚刚俊宇讲得很好，我们要一起努力，一起学习嘛，对吧？好，我再讲解一遍哈。2000克的水，从25度C 上升100度C， 它需要这么高的那个温度升张，它每增加1度C 需要卡的热量，所以是它的需要的热量。这边有。石头 X 颗的石头100克，每颗石头100克，所以我知道它总重是这么多。每颗石头从300度C 会下降到100度C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不是从300度C 下降到25度C？ 因为你要把它加到100。我们需要最终的温度是100度嘛，所以它下降到100度嘛，不会下降到25度，对不对？下降100度，所以它下降这么多温度之后，它放出多少热量？就乘上0.7。为什么乘0.7？比热0.7啊，好，比热0.7就是每一克下降1度C，它就放出0.7卡的热量，啊，所以这样算起来之后，这是大于嘛，石头要放出比较多的热量，才可以让水沸腾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行不行呢？好，所以来算一下哈 ，X 乘开什么？100，乘上200，乘上0.7，是不是？要大于这边怎么算？2000乘上75乘上1，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可以约的就先约嘛，这零先约掉1.7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三个零，先约掉，是不是？哇！我是不是变成多零了？对。是不是很好算？这是数学哈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这边有多少？二跟七，所以14 x 大于什么？二乘75是150，对不对？所以 X 是多少？ X 是要大于14/150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14/150等于多少？16，7/5，对不对？所以 X 要大于16/7啊 ，X 是整数，要大于16/7，所以 X 等于多少？12。最小的那个嘛，所以是11，对不对？是不是11？这样会不会算？这样简单两个事就解决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啊？你的方法也是对的，好，你的方法的想法是 OK 的，好。这边是定格，是安谷的想法。安谷的想法很简单，我每一颗石头都下降到100度C，我可以放出多少热量？这热量可以让水上升几度？他用这种方式算。
我把你是想啊、哦，对，像来机器一样啊。你看，它每一个石头可以放出这么多热量，对不对？是一万四千卡，一万四千卡可以让200克的水上升7度 C， 2000克的水上升7度 C。所以每一个石头可以上升7度，每一个石头可以上升7度。我现在是从25度 C 要上升到100度，是不是75？要上升75度 C， 对不对？可是每个石头能上升多少？7克，7度啊。所以等于什么？是16七分之五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要16七分之五颗石头，我就可以上升到100度 C 嘛。对，它是答案也是即可。恭喜哈 ，bingo。今天是点数大放送哈、哦。对。对呀、啊。啊。哎，是220。220。是210。20。啊？就不能慢哎。我们在往下讲之前呢，我们做个，再做一个，做个，再写一个家庭作业，答对要加2点了，回去写哈。好。今天很难。不会了。有一个锅子，锅子可以闻。是，请说。每什么？你我希望是每个都写啦，作业嘛。啊，但是前三个回私讯给我，答对了就可以加2点哈。什么意思？你要叫我吗？你听有我的分、那個。OK， 好，给你的答案。以前古时候啊，古时候不是那个皇帝对你不爽，就会烹宰，有没有？他妈丢到鼎里面去烧，鼎是什么做的？烹是烹煮吗？不知道。对，他丢到什么去煮？鼎嘛。对，鼎。以前那个鼎啊，对。鼎皇。啊，鼎。鼎皇里面煮的是人肉吗？还是你说？鼎长什么样子？鼎。跟顶一样，就现在那个类似有点哦哦对，那个就是那个顶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大锅子，一个炉子，然后上面就是那种烧香的。对了，有点像香炉啦。放了三只脚。三角鼎立嘛哈，三角鼎立啊，放了三只脚。对，放了三只脚。你看那个香炉的那个就蛮像顶的哈，好，顶是怎么做的？金子铜做的哈、哦，啊，铜做的。然后我们现在铜锅，铜锅，不是就是顶吗？啊，金子最厉害，金子比较贵、啊。铜啊，铜的比热呢？铜的比热是零点六啊，我随便给的，随便给的，不真的哈、哦，随便给啊。我现在烧一只猪，猪，从后面出来。这只猪呢是小猪，是三百克，30公斤。啊啊，三十公斤啊！哦，那怎么猪写三十？我加了水，水加了这猪哈，就是 pig。pig 的比热是1.8。好可怕！可以吗？它每个部位不一样。对啊，水。并没有。水要加多少水？50公斤的水。哇塞！对啊、哦，那个锅子多大？啊，锅子多大？非常好。锅的重量呢？是50公斤。哎，都一样不行。你要说锅子的容量、啊？容量不管它，容量一定放得下。不一定，我先。我现在告诉你一定放得下，我现在告诉你锅的重量叫锅的重量是。55公斤。那是哦，锅子。对，好了，然后呢，水是50公斤，锅子重量是55公斤，这锅子是55公斤，里面放一些猪，是什么？猪是30公斤，啊，超重的。然后呢，现在一开始放进去的温度是25度 C， 大概放25度，一开始真的。那锅子放不下，那东西放不下。为什么放不下？因为你水是50公斤，然后锅子是50公斤。55公斤的皮呀、啊，它不是一块铜，它是。
呀、啊，铁衣柜铜皮做的、啊，铜皮是吗？锅子不是铜皮做的，是铜皮呀、啊，铜皮。这块铜弄得薄薄的，铜怀啊。好了，我现在的有一把火啊，一把火。假如可以能量散失，我这把火呢，每秒可以提供2000卡的热量。还要烧多久？你还烧多久会沸腾？沸腾。会到一百分。会滚啊！会在滚，会沸腾。
比特是五十。一百。它比特可能是一点五。啊，是的。好的。比特易经很难的哦。真的。对，比特易经很难。事实上，我们在目前看到里面搞比特一还大的东西很少。好逊啊。对，比特易经算是大的。好逊啊。毕竟它是某种化学物质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材质哈。它可以比特可能是1.2或1.3，可能这样。那水好厉害啊！水很厉害，水很厉害，水上可以接受热量很高哈，对，所以很包容。冰所以我们当然有时候会放冰晶来取代水，让它，那你先把冰晶，我们一盒一盒，先拿去冰箱冰，冰完之后呢，要去旅行的时候把它放在你的保温桶里面，它可以撑久一点，好像你冷它可以撑久一点，它不能吃了回去，你不能吃。所以说有时候没有说刚具体的东西，说我们可以拿保特瓶去装水，然后冰起来，然后带在车上。那你像保特瓶的水回冰是回温之后，你还可以拿来喝嘛？好，保特瓶还可以啊？会变大吗？为什么？冰条变大，对，冰条变大，可是保特瓶是有弹性的，没有关系哈、哦。好，我们这一章其实当中讲完了哈、哦。那你看那个学习单的第13页。13页，我们看一下哈、哦。来，十七题。有些同学会拿保温杯装的这个东西。对，继续。然后盖子可以盖之后可以打开，这怎么了？很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热，就是空气。那是谁写的？我们谁写的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外面的。听，来，我们听下大哥解释这一题啊，十七题啊，赶快。外面的所以还要热比较不能打开。哎，难讲。难讲哈，谁可以讲？说说看，保温杯装了热水，盖起来。哦。然后盖起来之后，隔一段时间打开很难。因为热胀冷缩。热胀冷缩，说清楚一点。因为空气。被打。你看，它是装热水。装热水。保温杯变形。保温杯变形了。没有。来，快点。你们都有这个经验吧？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没有。保温瓶装热水，盖起来之后，你隔一段时间，就隔一小时、隔两小时，打不开，没这个经验。因为保温杯太烂了。空气蒸发，你想，这空气比较膨胀还是保温比较膨胀？空气的热胀冷缩比较多，空气的热胀冷缩比较多。那，单说空气的热胀冷缩跟保温热胀冷缩蒸发别的问题，还有一个原因。它需要空气。需要空气，什么意思？好，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它打不开，为什么不容易打开？里面有压力。里面压力小，里面压力，里面压力小，里面压力大，里面压力大的，里面压力大，为什么不容易打开？我不知道。因为，它不会自己弹开吗？里面压力大，应该很容易打开，它嘣开了。那我先说不容易打开啊。我怎么知道？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它是压力小还是压力大？压力大。压力小，为什么压力变小？为什么压力变小？被吃到水里面去。被吃到水里面去。现在几点？我们做个小实验好不好？好。30分，来去那边有脸盆，帮我用脸盆装一盆水，然后拿一个保特瓶来，拿个旁边那个什么那个易开罐的那个铝罐，拿一个铝罐来，就是那个哦，拿一个铝罐，拜拜。哪里有脸盆？脸盆在洗手台下面。